PVC 二框车的正确用法。什么？喷火？短了一点点，没事没事，还有大招。哦，厉害吧？大招也能拐弯。火焰豌豆的大招也是可以移动的。着火这条路的僵尸没事，其他路的僵尸挂了。飓风甘蓝种在矿车上也可以吹五路，但僵尸们后退的距离明显缩短了。猪小弟的大招有点迷。再看一遍，还是鞭炮炸到哪儿，那里就有伤害。哦，要我说，还是岩浆翻石榴的大招好用，持续时间很长，这期间可以随意移动。热辣海枣可不兴种，和田鼠一样，会改变淘金僵尸的方向。然后，随后补上火葫芦的普攻。